去看段江芒。好球啊，一个变左手的上篮，漂亮的变速和变向，哎，没传底角啊，其实任俊威该传的啊，底角藤和琴的位置更好，但是在内线我们能够看到今天任俊威藤和琴这么点，现在他是有身高优势的汉密尔顿，但是呢直不起腰来。好球，慢跑，好球！汉密尔顿真积极啊！这个北京队现在这真是相对于正常状态，一个微型阵容在场上打。对，嗯，这小阵容，沙拉兹在篮下要位，张才仁来顶。张才仁，哎，这就是上邢志强意义啊，身体好，能拼。真厉害！格劳我被带出来了，可以去突破了。时间，要我接过去。哎呦，要不是最后啊，沙布斯马莫德强顶了这一下，段江芒就得分了。球队这边还是很耐心。又是两分。另外，如果说也统计一下他的这个被犯规的次数，应该也是很可观了。嗯，达成了。拿出球去，本迪角拽接，压哨命中啊！在后面一直在用的就是这个两个投手，加上严鹏飞的这个阵容。外线。还有五秒呢，鲍伊布朗是面对夹击的时候选择了超远、啊，结果又让北京队打了一次进攻啊，压哨命中，太伤了这个。那今天呢，他们又是在落后当中，但是感觉球队的心气还是可以的。控卫，哎呀，李靖宇调整了一下一物战机了、哎，但是好在葛兆旺能传、啊。这边真强呀！徐迪，邢志强，非常好的封盖，李靖宇往前给，小老子扣一个，球分出去就缺乏终结点。自己来了，好球！哦，什么情况？时间压的还是比较稳，没有轻易攻，机会倒也不错。张卓再往外分，秋天的中距离投进了，最后时间走掉，107-96，双方的比赛结束，北京队在北京首钢队啊，在客场是战胜了山西汾酒股份。